欢迎大家，其实来到一壶茶说应用数学的时间，这样，我今天换了茶杯，好，我老婆买的万古烧，这样，完全跟我气质不搭，不过我很喜欢，好，今天我们要讲，就大家就稍稍可以放轻松一下，今天其实主要是要讲运用，那数学的部分呢，非常非常的简单。所以我们稍稍看一下下，好，数学的部分非常的简单，那如果你上次其实有学过的话，应该就没有问题了。但我知道现在才早上8:34，大家可能刚起床，那你可能看到我戴墨镜，对，原因很恐怖，不要问，我不是因为耍宝才戴墨镜的，就这么好笑了。好，so。希望大家上了上一次就是P2 stationary points，有学到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凡事只要会取 d 就没问题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即便今天有个 multivariable 的函数 f(x1、x2) 一直到 xn，只要我们会取 d，就能够找到 stationary point，所以只要 df 等于零就好了。那当然，上一次其实我们提到了两个不同的 case。第一个 case 是什么呢？第一个 case 是，如果没有任何的局限性，就是如果没有任何的 constraint 的话，这个 df 的话，我们可以直接用偏导为把它写成是 f 的 gradient dot dr。那因为 df 本身是等于零，所以 gradient f dot dr 就等于零。所以我们从这个非常漂亮的关系式，我们可以推出什么呢？这个是任意的，所以你等于是在问说有一个向量。它对任意的向量的内积都是零，那只有一个可能性，就这个向量本身是个零向量，所以这个把它写开来之后，就有 df dx 等于零，df dy 等于零，df dz 等于零，and so on and so forth。好，再来我们来看看，那如果今天有 constraint 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如果今天有 constraint 的话呢，我们上次也有推导过。这个 constraint 本身是 phi x1 一直到 xn，然后带进去等于零，它其实是在这个多维空间底下的一个 hyperspace 这样。如果在三 hypersurface 这样，如果是在三维的话，其实就是一个曲面啊，就像我画的这个样子。那 d phi 的话，我们如果两边取 d，那零是常数嘛，所以取 d 之后当然还是零这样。好，所以告诉你说，你如果你 constraint 是 phi xi 等于某一个常数的话，你取 d 之后它还是零了。那 d phi 的话就等于 gradient phi 到 dr 等于零，所以我们从这个关系式可以看得出来，这个 dr 现在它必须要在 phi 上面，所以 dr 其实怎样，只能在这个 surface 上面跑而已，所以 dr 本身都跟 gradient phi 垂直，OK？那这个时候在代数上面呢？我们可以引入我们之前学过的df 还是一样哦，写成这个样子，只是现在。你真正的困境是隐含在这里，就是这个 dr 本身不是 arbitrary。那我们之前其实无论从代数上或者是从几何上都有学过，因为 dr 现在其实只是在这个平面上，所以最后当我们如果要求 gradient f dot dr，dr 是在平面上任意的向量，通通都要等于零的话，你不会得到 gradient f 等于零，你会得到 gradient f 应该跟法向量这样，也是平行的这样。那这个平行的常数其实就是 Lagrange multiplier，那希望就是借由这一页有非常轻松而简单的帮大家稍稍复习一下下我们上一堂课教的所有东西。好，接下来我们就进到今天的主轴了。我们学会了多变数的函数之后，到底有什么用呢？我们第一件事情把它用到，其实是最近几年非常夯。叫做 information entropy，就我不知道各位其实有没有思考过，到底我们怎么去量化资讯？什么叫资讯？比如说，上这堂课学到很多东西，跟上这堂课没有学到很多东西，那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样，那当然其实是一个还蛮长的学问，所以我在这边就是介绍一个非常简单的主角，叫做 channel entropy，which is also called information entropy。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从最简单、最简单的 Bernoulli random variable 开始讲起。如果今天有个铜板，那它有个几率分布，
那铜板如果正面向上，我们把它叫做比如 x 等于1好了，就是说 random variable x 等于1。如果铜板是向下的话，我们把它叫做 random variable x 等于0。所以铜板出现哪一面，我们就不一定要说它特别是正面还是反面，我们就可以说它是有一个 x 来代表，然后它有相对应的几率。出现正面的几率是小 p， 出现反面的几率是一减 p。那在这当然可以看到一个，你或许看到说，老师你这个还画那个荧光笔，你是瞧不起我们的智商吗？真的不是这样，其实这还蛮重要的哈。所以 P1 加 P0， 两个相加当然等于1嘛。就是所有的几率加在一起必须要等于1，也就是所有的可能性全部加在一起都是1。这件事情其实真的是非常重要，这个是古典几率论里面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假设。就所有的可能性发生的几率全部加在一起就等于1。好，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稍稍看一下下。我们如果今天想要去看说这个铜板，那你的常识其实都会告诉你，其实就有点像是你听那个天气预报。天气预报如果说明天 90% 会下雨，其实你也不会感到困惑。如果就是说明天 90% 不会下雨，你也不会感到困惑。但你要记得一件事，明天 90% 不会下雨跟明天 90% 会下雨是两个不同的结果吧。但是你心里面的不确定性有没有，其实都是小的。然后如果你看到天气预报明天说明天降雨几率 50%， 你就会发现你不知道该带伞还是不带伞，对不对？就是它变成是 很困扰。那我们怎么去把一个东西的不确定性就用这个方式把它表达出来这样。那宣统其实提出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结果，就既然其实一个东西不确定，其实跟真的发生什么事无关，而是跟那个几率分布有关。你去看一看，就明天降雨几率 90%， 它的意思是会下雨 90% 不会下雨 10%， 所以它是那个分布是 90%10% 这样的一个分布。那另外一个是明天降雨几率 10%90%， 其实你知道这个不确定性 是一样的嘛。所以在这他提出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把 log 一除上 p 取期望值，这一个几率分布 log 一除上 p 的期望值就是这个系统的 information entropy sigma。 好，那你把它写出来的话，当然是所有几率的可能性乘上这个 log 1 over p alpha。 那 log 1 over p alpha 你可以把它提出来就变成什么负的 summation alpha p alpha log p alpha。那这个其实几乎是近代热统计物理里面重新再诠释我们过去学过的热学统计力学里面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里程碑这样。所以这个式子的话，我想在这边因为时间上的关系还有这是应用数学课，我就把舞台留给你们大三的热统计物理的老师，到时候大家可能如果有学到 Shannon Entropy 的时候要认真的醒过来这样。那如果你们量物老师也是大三的时候也蛮振作的话，你们应该也会教到 Shannon Entropy， 甚至它的进阶版本都有可能。好，那我们现在就来运用一下好吧，就是这个 Shannon Entropy 到底可以帮助我们 去理解这一件事情。我们先来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Fair Coin 就是正面跟反面出现的几率都是二分之一。那我们在这边就可以看得到，你把二分之一带进来，所以是负二分之一 log 二分之一减掉二分之一 log 二分之一，那这个二分之一分相加就等于负的 log 二分之一，负的 log 二分之一就是 log 二。看起来好像蛮简单，好像是 log 什么两种可能性，有没有跟那个普物的 ring the bell 啊？普物里面不是最后有一张，如果你们老师有教到的话，就是突然前面教什么几率分布啊、波兹曼分布啊，就当突然出现这个其实就是这样出来的。好，所以对于一个 fair coin 来讲呢，其实它的不确定性其实就是它的 information entropy 就是 log 2。那如果你是资工系的话，他们通常不会以自然对数做底这样，他们是以2做底。那2做底的对数 log 2为底 2， 当然就是1。所以他们会觉得说一个 fair coin 就是一个 bit， 它其实可以是正面可以是反面，这个就表示它怎样，你在物理学家来讲的话就是说它的不确定性或者说它的熵其实如果以2为底的话就是一个单位这样。
那如果是在资工系的话，就是说，哎，这个因为其实两边都有可能性，所以可以这样，它其实同样也是资讯的容量，所以下次有人骂你笨，其实有些时候大脑是这样的，大脑如果记了一个东西 ，entropy 就下降了，所以 entropy 越低，那个大脑里面写的资讯就这样就越多。那大脑如果其实那一个 bit 其实也不知道正确还是反的，然后它其实是这样会 fluctuate， 它就会浮动嘛。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 entropy 比较大，这样 entropy 比较大，就无知其实可以用另外一个非常正面去思考，无知就表示有什么，就表示你的知识容量还很大嘛，因为你没有知识啊，所以还可以写进知识这样，所以这是一体的两面。所以物理学家强调的是，你没有知识这样；资工学家强调的是，这个可以拿来写进知识这样。所以就看你怎么看。所以这两个强人知道，这个应该是 Shannon 一辈子，不是应该，这是 Shannon 一辈子最重大的贡献，其实就是连接了商跟资讯之间的关系这样。然后公式就是我用蓝色荧光笔画的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那如果今天有个 biased coin 呢，就是如果你今天去赌场啊，或者在外面有人耍老千啊，那个铜板都无论怎么弄都是什么，都是正面。我讲的是正面跟反面都有铜板，不是两个都是正面的铜板。那所以出现正面的几率是 1， 出现反面的几率是多少？是0。那我们在算的时候就可以把它带进来，负1 log 1减掉0 log 0。好，负1 log 1这应该很容易算了， log 1其实就是0嘛。那负0 log 0的话，这个稍稍用一点微积分，你可以把它想象成这个其实是 x log x， 然后 x 趋近零正，就是趋近慢慢变成是零，这个状况。那这个状况的话，这个是非常简单的极限，你可以自己去把它写成分子除上分母，然后或者展开或什么都可以。那最后你得到这个也是零，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其实最后出来的 information entropy 就是零。这也跟我们的常识非常非常的吻合，对不对？哦，因为出现正面是一嘛，出现反面是零，所以你完全知道发生什么事啊，你就知道它已经出现正面了，所以没有任何的不确定性，所以在这，这个确实是零。那我非常鼓励大家，其实因为这个公式虽然是还蛮简单的，你就比如说回去可以去看一下，如果今天是一个骰子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或者说如果今天两个铜板的话会发生什么事。那你可以算得很愉快了。所以在这我们发现了一件非常非常 Shannon Entropy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告诉我们任何东西只要有随机性，我就可以把 Entropy 算给你看，不管它有没有达到热平衡。所以 Shannon Entropy 不是我们，不一定是的，不一定是永远都是我们在物理上学到热平衡的 Entropy。 那我们热平衡的 Entropy 后来就叫做 Thermal Entropy， 我们在这堂课后面会再一次看到这个问题。 OK， 那因为这个是个还蛮新的概念，所以我稍稍打住一下，看一下目前有没有什么问题。都没有，好，都没有问题，太好了。不知道是因为教得太清晰了，还是大家还没醒来这样。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下哦。刚刚其实事实上是运用到说，我今天只要有一个随机的东西就会打成这样。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概念运用到热平衡这样。那热平衡的时候大家都听说过一句话嘛，就热平衡的时候其实是什么，就是它的 entropy 会变成是极大值。坦白说，我觉得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科学家或者说不是科学家，就 有一些人常常用什么，常用超未知解释未知嘛。就你其实是像，就是为什么要学热平衡，就是因为你不是很懂什么叫热平衡，结果他就引进一个超级王牌，就是什么，就是熵嘛。就说熵变成最大值，所以就是打成热平衡，就乱到最高点就是热平衡。我说啊，然后如果你问你自己说什么是熵，什么是熵，那你又回答不出来这样。那kind of fun isn't it？ 所以大家就说热平衡是什么？就熵达到最大值。熵又是什么？就是熵达到最大值是不是热平衡？你就可以这样，就是自我感觉良好的无限回圈下去这样。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戳破一下这个回圈，用非常非常具体的方式去说明这件事，这样，那你就会得到我们这个接下来我在讲的，有些人还是把它叫做统力学最基本的原理，但我觉得其实是有点就不见得要这样想了，它其实只是统计力学里面一个特例而已。所以我们现在来想一下，有一个系统它是 isolated， 就是孤立起来的，那它其实有 n 个状态，这 n 个状态能量都一样，那
它可能出现在第一个状态的几率是 P1， 可能出现在第二个状态的地方是 P2， 然后可能出现在第 N 个状态是 PN。 好，那我们现在想要问说，如果这个系统最后达成热平衡了，请问它的几率分布长什么样？我们现在就既然有个几率分布嘛， P1 到 PN 嘛，我们就可以怎样算出它的 Shannon Entropy。 那这个 Shannon Entropy Sigma，它其实是还蛮复杂的函数嘛，对不对？它是 P1 的函数，也是 P2 的函数，也是 PN 的函数，8888，所以它应该是大 N 变数的函数，也就是它有大 N 个变数，是这样吗？当然不是，为什么？因为几率守恒，所以其实应该只有 N-1， 也就是说它其实有一个什么？有一个 constraint， 就是所有的 Pα 从 α 等于1到 N 全部加在一起要等于1，那这时候你应该就懂了，你不要傻傻的把这个怎样？好，我把 P 大 N 给消掉，然后带进去。我跟你讲，那代数会让你哭出来，这样 就很复杂了。好，所以在这我们当然就要怎样用一下我们刚学过的 Lagrange multiplier。So how we proceed? Very simple. 我们其实把 sigma 变成 sigma star， 它就是原来 sigma 加上什么？加上 constraint。那我在这还是养成非常好的习惯了。一般的书其实你后面没有写减一，其实答案是一样的，但我都还是蛮认真的把减一写进去，因为我们在整个推导的过程底下知道sigma star 来对 lambda 微分最后应该要得到 constraint， 所以我还是写这样。虽然其实写这样就是你后面这一项你自己有真的认真算过，你说 有没有算这项其实跟最终出来的结果没有关系啦。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发生什么事哦。好的，所以我们现在呢就 free 了。为什么？因为对第一 lambda 微分其实就会得到这个式子，所以记得这个 constraint 是在的，就好了。接着就是第一 sigma， 然后拿来对 pi 做微分，对某一个 probability pi 做微分，因为这个其实事实上是从 p1 啊 p2 啊 p3 到 pn 每一项加在一起，所以只有 pi log pi 那一项其实有贡献啊，前面负号记得，所以对 pi 微分就得到 log pi，对 log pi 微分就得到 pi 分之一，所以其实整个 Shannon Entropy 对 pi 微分就只得到这两项。好，这个可以直接从这里微分就抄下来。再来的话是后面的 constraint 的微分， constraint 微分就更简单了，因为这个其实是线性的，就是 p1 加 p2 一直加到 pn， 所以你拿来对 pi 微分就刚好就围到围出来就是 lambda， 就是前面的系数了。那你把这个整理一下，这个 PI 什么带进这个 constraint， 这一个 constraint 是全部加在一起等于 1， 你把它带进去啊，当然大家就这样，就是总共有 N 个嘛，所以大家当然其实就是 1 over N。 那在这边就是还是稍稍跟大家讲一下，你不要很纠结的把真的 exponential lambda 减 1 然后乘上大 N， 然后最后把 lambda 再解出来，有一堆 log 然后再把它放进去的，对吧？不要忘记 lambda 是个常数，lambda 减一也是个常数， exponential lambda 减一还是个常数，你把这个常数叫 c 就好了。那这个 c 其实加 n 次等于 1， 所以 c 当然就等于 1 over n， 所以在这别犯傻，不要很认真的去把 lambda 解出来，然后再把 lambda 带进去，然后最后得到这个，这不需要。这个结果算完之后其实还蛮惊讶，首先第一件事，这个结果显然很重要，它还有个名字，它叫 microcanonical ensemble。 你可能不知道什么叫 microcanonical， 你可能不知道什么叫 ensemble， 那没有关系，它的意思就是说一个孤立系统在达成热平衡之后最后会变什么，因为我们不知道它会在哪个状态出现嘛，每个状态能量都一样，所以身为物理学家没有资讯的状况底下我们就乱猜，如果乱猜你会猜什么？你会猜因为每一个状态都应该怎样，都应该很公平啊，很民主啊，所以最后出来是什么？最后出来就每一个几率，每一个状态出现的几率应该都一样，每一个状态出现的几率应该都一样。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去算这个 maximum entropy， 这是一个 Shannon entropy 的特例嘛，就是说每一个状态出来都一样，其实每一个状态不一定要一样，如果不是达成热平衡的话，只有在达成热平衡的时候每一个状态出现的几率都一样，你把它带进去之后每一项都是负的 1 over n log 1 over n， 那因为总共有 n 项就乘 n 就好了，n 跟 n 消掉，所以等于负的 1 over n， 把它倒过来就变成 log n， so it's something amazing， 就是学了多变数函数，学了 Lagrange multiplier， 把东西解出来之后，就因为答案很简单，所以因为答案很简单，所以常常普课本就直接教答案了，那就不解释 log 怎么出来了这样。
所以这个 sigma maximum 呢就可以直接被写成是 log n 这样。那在大三的热统计物理里面，你们会去学到一个非常漂亮的连结，我们的 thermal entropy 就一个系统就达到了热平衡之后那个 entropy 这样，其实它基本上就是 Shannon entropy 最后达到 最大值，并不是一般的 Shannon entropy、哦、所以这个 S 呢就等于 K sigma maxima， 所以就等于 K log n。 这个 K 的话是去年才刚刚颁布的，我以前都写 KB， 现在终于不用写了。这个 K 是波兹曼常数。 OK， so 你只要把 Shannon entropy 本身是没有任何因次的乘上波兹曼 constant， 最后就变成是Shannon entropy。 So this is something really really cute， 希望就是说非常简单的概念。所以我们在这边得到一件非常简单的事、哦、N 个 state 在没有任何资讯的状况，没有任何知识的状况，它就乱到最大。这想一想其实还蛮合理的嘛，对不对？因为没有其他的可能性，为什么第一个状态比第二个状态更有可能、啊、所以大家就一样可能，大家一样可能意思就是它其实是像这个系统可以在这个状态，可以在这个状态，可以在任何一个状态，那它当然其实就最乱。所以资讯是消灭乱源，那乱源其实是就资讯的反面这样。那有些时候其实真的是看你怎么去看，像我自己其实还在年轻的时候，那就不是到很，其实我每次看一本书你知道，你看一本书其实就是在伤害你的创造力。如果你觉得创造力，当然创造力也不是什么很值得骄傲的事情了，可是人生最好还是有点创造力，因为你偶尔会碰到一些以前没碰过的挑战，所以你需要一点创造力，当然你还是需要能力啊。就是说这专业的能力跟知识，然后跟创造力，哎，两个之间怎么去取得有效的平衡。像如果你最后达成这个平衡，如果人家说你的大脑达成这个平衡，意思就是说你的大脑伤最大，意思就是你笨到最高点。好，那笨到最高点有另外一个好处嘛，笨到最高点 in principle 的话，就是你可以写进知识的容量是最大的。好，所以在这其实有些时候，特别是你真的开始慢慢学会了 information entropy 之后，你可以认真回去思考，有些时候就是有些东西基础的该学，所以其实你才有专业能力往前进。但有些时候其实真的不要太整天只会学课本里面的东西这样。我觉得实作有些时候其实会带来一些会让你的创造力其实有出口这样。不然的话你最后其实entropy 变成零，可是你的大脑就是跟水泥一样，就只有一个资讯而已。 That's probably not very useful， 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时代这样。好的，那我们接下来看稍稍难一点的问题。我们刚刚看的是一个孤立系统，对不对？那最后出来其实叫做 microcontroller ensemble。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其实我们大部分我现在讲的这个例子是更常出现在日常生活里面，可是我们常常其实像是这个系统本身不是孤立系统，它其实跟一个 reservoir， 就是跟一个热库、哦、其实可以交换什么？可以交换能量啊。那在可以交换能量的状况底下，请问一下，最后这个几率分布还会是一样吗？哇、wow， 这个就很好玩，因为它可以交换能量，所以这个系统的能量其实不是定值，但是因为能量守恒嘛，所以虽然这个系统有些时候能量可能高一点，有些能量可能低一点，但是整体来讲，只要等够久平均完，它其实最后会就是什么，就是这个系统的内能嘛。所以系统其实事实上是有个平均的能量，所以这一个系统就是说我们跟热库接触就是可以交换能量，所以能量有些时候可以大一点，有时候可以小一点。那请问一下，最后这个几率分布又长什么样？你当然说我知道刚才不是已经讲了吗？其实就是说你最后出来就是几率都一样，答案就不会是一样了。那我们接下来要推导的这一个能量分布的关系是其实非常的重要，在物理上是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超出名的、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其实从这个 constraint 上面就知道答案不会一样。首先第一件事情，几率当然是守恒，第二件事情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特色，就一个东西其实跟一个 constant 的温度，然后那边交换能量，它其实最后出来它的平均能量必须要怎样，是一个常数啊。好，所以我们现在就用到 Lagrange multiply。 我之前没有推导，不过大家当然其实想当然就可以直接自己 generalize 了，就是你就现在这个就是 Lagrange multipliers 有 S 哦，所以 sigma 就等于写错了，这 sigma star 就等于 sigma， 不好意思，这 star 在这里才对这样。
然后 the lambda， 然后 sum over alpha 减一，然后加上 lambda 2， 然后 sum over p alpha 一 alpha 减掉 u， 所以你现在有两个 constraint， 好不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你就开始去微分。那微分的话，前面 sigma 的微分，不好意思哦，这里是没有 sigma， 好，那这是有 sigma， 嘿，把它遮住，好，遮掩自己的错误，这样好。那所以前面微分跟之前一模一样，这个第一项微分当然跟之前一样，后面这一项微分其实也是很简单，因为那是 P1 E1 加上 P2 E2， 所以只有一项会跟 PI 有关，就是 PI EI， 那拿来对 PI 微分就得到 Lambda 2 EI， 所以就多出这一项出来。好，那接着就整理一下就好了，这里还是 Lambda 1减掉1，这里的话是 Lambda 2然后 EI， 然后这是 log PI， 然后把 log 在 exponential 上来，所以 PI 就等于什么？ exponential lambda 1减 1， exponential lambda 2 EI。 OK， 那这个 exponential lambda 1减 1， 我刚刚其实已经讲过，它其实 lambda 1就是个常数，减1还是个常数， exponential 还是个常数，所以它就是个常数啊。它其实是告诉你说你的几率分布是个什么，是个指数的函数，这样。好，那最后如果我们把它带进那个constraint， 就是所有的几率全部加就等于一，这个非常容易，你自己回去带一看就知道了。你最后会得到就是说这个 PI 事实上就是 exponential lambda 2 EI， 然后把所有大家的 exponential 全部加在一起，然后当成分母就好了。为什么？因为你在这边全部加在一起，那你分子就全部加在一起，那分子分母就一样消掉，就变成是一了。我想这是简单的代数，我在这边不再重复。那因为这个分布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在热统计物理上面，我们后来发现了这个 lambda 2呢，其实是像是我们的绝对温度的导数的负数哦，啊，所以 lambda 2其实是负的 kBT 分之一，所以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东西写成这个样子，然后这把所有的这些 exponential 的这个 factor 全部加在一起，有没有？这个是热统计物理里面非常出名的另外一个狠角色，它叫 partition function， 这样，但你在这就把它当一个常数就好了，就 OK 了。所以我们整个算完之后发现了，我们的几率分布可以写成这样，就一个常数，然后 exponential 负的 EI 除上 KT， 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结果。这个结果告诉我们什么事呢？这个结果告诉我们说，如果能量很高的话，它其实是 exponentially rare。Exponentially rare 意思就是很少很少发生，那因为它很少很少很少发生，所以你就假设它不发生也 OK。 其实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波兹曼分布，所以我们科学的各个现象其实才能够再推展开来，就地科研究地科，然后化学研究化学，凝态物理研究凝态物理，然后高能物理研究高能物理，然后天文物理研究天文物理，就在不同的 energy scale 底下，为什么可以这样分开来？是因为在不同的 energy scale 底下，其实他们是 separated by the exponential factor。 比如说我们今天在计算原子光谱的时候，为什么不需要去考虑夸克的运动？因为夸克运动造成能量的修正其实是很大，所以它放在这个的话基本上就是不重要，所以你可以忽略它，所以你不用去太担心说我今天喝口茶会不会激发我有个夸克就跑出来，答案就不会嘛。因为它不是不会，它只是你等到宇宙灭亡了它也不会发生，但它不是零，所以对物理学家来讲它基本上就是零。所以在这一个状态，这个是我们今天运用 Shannon Entropy 推导出来恐怕是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其实它是跨领域的重要，因为无论在生物或在化学或在物理里面，这样的一个 Boltzmann Distribution它都非常非常常见。那如果你有上过我的普通物理课的话，你当然也知道，甚至在一个所谓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底下，很不幸的是人的收入也跟波兹曼分布一样，就受薪阶级的分布其实也跟波兹曼 distribution 一样。所以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波兹曼 distribution 不可能是物理学家特有，也就是说它其实应该是一个更广泛更 general，它才会冒出来。那答案当然就是我刚刚跟大家介绍的答案，就是它其实是 Shannon Entropy， 然后在这样的一个 constraint 底下，
所以寿星阶级来讲，寿星阶级的特色是全，比如说全台湾寿星阶级，就是说你可能有不同的薪水，那有不同的几率嘛。那但是其实全台湾寿星阶级最后其实分的钱有没有平均上来讲是一样的哦。所以你升官了，就是有人被裁员了，这是一样的。坦白说，那所以在这个 constraint 底下，就是这样的竞争最后出来就会是一个波兹曼分布哦。所以波兹曼分布反映出来的其实并不是说什么啊东西撞来撞去啊理想气体啊什么，那个都太浅了。所以温度也不是像我们想象的温度而已。所以比如说社会上也可以有不同的指标，然后它最后其实还是有这样很漂亮的波兹曼分布。好，那我们暂时到这边打住一下，来看一下有什么问题。所以在这边其实有问说 PI 等于 1 over N 是 coming from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statistics， 这个很重要。所以在过往的话确实有一些目前还没有 update 的书会讲说这个其实是统计力学的根本原理，也就是统计学告诉我们说如果今天有个 isolated system， 然后你有一个一个一个，然后最后出来是长这样。那这个的话其实有一个长的论文告诉你说这个想法其实是不对的啦。那所以如果你愿意相信我，因为我毕竟是这个领域应该还算是，就算是拿在世界级应该还是算是世界级的专家吧。那如果你愿意相信我的话的话，就是其实我们现在都是用 information entropy 的概念，有没有，就是 information entropy 的概念来重新去诠释统计力学这样。所以我们会说一个系统什么时候达到热平衡，达到热平衡其实就是无知到极致这样。那可是即便是无知，即便是无知哦，还是要遵循什么一般的守恒率。那所以在守恒率的状况底下，无知到极致就会产生出我们最后观察到的统计现象。那这个目前其实是正确的，所以我们其实现在慢慢已经不再用这种方式去诠释，也就是说统计力学的 fundamental assumption 不再是这一个了，好不好，而是应该移到了 general entropy 的 base， 会更恰当也更稳固，适用性也更高。好，很好的问题。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呢，这部分我是觉得其实是真的还蛮好玩，那可能对大家来讲运用上代数并不难，那时间上就需要消化一下。接着的话我们来复习一下高中物理。那你其实事实上真的懂这个吗？It's actually really really difficult，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是什么神奇的奇葩。好，稍微复习一下为什么高中要教这个呢，就是这里是你原来的直线波的波前啊 wavefront， 那你说每一个波前都像一个点波源，所以会放出一个什么，会放出一个圆圈圈，圆形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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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那这些圆形波最后放完之后就说它会有个什么包络线，会有个 envelope， 那个 envelope 就是你的 new wavefront。 我可以很 直白跟你讲啦，你其实这样都是被老师直接快乐的骗而已。这个数学其实是像是我们现在才教的，然后它真的并不容易，而且有些时候如果今天不是我目前其实课程的 base 是 base 在这本 Riley 的书这样，那也是这一次重新经营量物课想要去做到的事情。所以这本书其实我是真的觉得还蛮值得买的，所以如果这不是在卖书，我没有拿书商的钱，我只是觉得这本书如果其实你只是说我只是修个课然后就想要过就好了，那当然没有错，学校的图书馆其实有电子版，所以你去拿电子版就好了。但是如果你其实想要真的认真的把它全部学完，我是觉得其实是还蛮值得看的一本书的。所以在这本书里面其实它当然有教大家怎么样用偏导微的方式哦，去把一堆这一类的所谓子波的波前的什么包络线这样。 So something interesting， 首先第一件事情是 you need to know the wavelet and then you need to basically calculate the envelope of these functions。 所以下面这条直线虽然是这么容易骗小孩，其实它是这一堆圆的一个什么的一个特色，所以它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下，我们先来看一下下好吧，就到底我们怎么去算这个 envelope， 就是所谓的包络线。
那这课本里面其实非常棒的一个图，那我稍微剪下来跟大家再说明一下下。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一个概念叫做 family of curves。所以在二维平面上，如果今天有个 f of x y， 那你后面还有个 parameter。那如果你有个 parameter alpha， 那 alpha 变的时候，它原先比如是这样一条线，那 alpha 变成另外一个就变成另外一条线，对不对？那我们如果今天把 alpha 一直变直，就会得到一系列的线。这一系列的线最后出来的这个虚线，就是我们要求的什么？要求的包络线。那因为我们现在学过微积分了，所以呢，课本里面其实事实上是用比较复杂的方式。那其实你从这个图有吗？这个图其实很漂亮，因为这个虚线其实就是你要求的点，所以也就是说，在这个虚线上的点就是你最后要追求的点。但你可以看得到嘛？如果今天这个是 alpha。然后这个变化 h 其实非常非常小的话，其实 p1 跟 p2 就这样，就会慢慢的逼近。那最后其实 p1、p2 跟 p 点就会这样，就会一样。所以其实所谓的 envelope， 如果你再转个念头想一下，所谓的 envelope 其实就是在原先的这个 curve 上，也在什么？也在它变化一点点的 curve 上，也就是它其实变化一点点的时候，两个的交点 P， 其实你把它当成是 envelope， 然后最后取极限，最后就会对。那这件事情其实你在这里可以看得到，如果你这些圆圈圈有没有，你把它们的交点点起来，是不是会得到一条直线？这条直线当这个圆圈圈你越画越密，越画越密，其实事实上就会跟这条线是一模一样。这个就是微积分的 power， 这样。好，好，那我们。刚刚其实已经讲过这么多，接下来就是把它算出来咯。我们刚刚其实已经看了，那因为其实 intersecting point is very simple， 它其实就是在原来的这一系列的曲线，还有在什么 alpha 变了 d alpha 一点点这两条线的交点。那我们把第二个 equation 稍稍做泰勒展开式，那因为这个是 d alpha、所以你只要整到 linear term 高阶项通通都是零了，所以它呢就等于什么？原先的值加上 dfdalpha dalpha， 但是因为它是这两个的什么交点，所以这个等于零，所以这个等于零，所以这一个要等于零，其实最后就变成这个要等于零，那 dalpha 不是零，所以你最后得到什么 dfdalpha 等于零，哇！所以你最后就得到一个超简单、超简单、超简单的式子。那也就是你要算 envelope 的时候要怎样？你只要其实用这个式子跟它对 alpha 的偏导为。那把两个解出来，因为这有两个式子嘛，把 alpha 消掉，你就会得到一条新的曲线，那个曲线就是你要的包络线。那我们现在就回来复习高中物理，就你怎么样用这个 f 等于0跟 dfd alpha 等于0，就是 f 等于0跟它的偏导为等于0，然后去求出那个 envelope， 求出包络线出来。好，所以首先第一件事情当然是我们假设原先的 original wavefront 其实就在 y 等于0，也就是在 x 轴上面。那这一些圆圈圈是什么？这些圆圈圈其实就是 x 减 alpha 的平方加上 y 平方加上 epsilon 平方。epsilon 就是一个很小嘛 wavelength， 小小的。所以 epsilon 就是这些圆球的半径。那我们当然知道这个答案是多少，这个答案其实上就是 y 等于 epsilon， 对不对？就你高中没有学过这个你也知道。那我们现在就是用代数重新再算一次，让它是对的。所以我还是很认真的，其实不用常数就把常数移过来，所以我们处理的函数其实是这个函数，它是 x 减到 alpha 平方加上 y 平方减到 epsilon 平方等于0。那 dfdalpha 等于0的话，就把这个拿来对 alpha 为，可是这里面只有什么？只有这一项跟 alpha 有关，这个微下来就是2倍 x 减 alpha 负，然后就是负 2x 减 alpha 等于0。这减完超简单的哦，它就告诉你 x 等于什么？等于 alpha。 好， x 如果等于 alpha 的话呢，我们就把它直接再怎样带回原来的式子去就好了。我们带回原来式子要把什么？要把 parameter alpha 消掉嘛，就是这个 alpha 自我销毁的方式，就是真的让你很快乐、因为你就把 alpha 带 x 进去，这写错，这其实应该是 x 减 x， 不过没关系， x 减 x 也是0、所以是0就对了。然后就是 y 平方减到 epsilon 平方等于0，这样、因为我在这里其实是要消掉 alpha， 不是要消掉 x， 直到不小心 x 也消失了，所以最后出来呢 y 就等于正负 epsilon。 那你就发现了，这个代数算出来还告诉你的，还真的了。其实如果你原来的 wavefront 在这的话，它其实可以往前 propagate 也可以往后 propagate， 所以是看其他的 boundary condition， 所以可以在这里，其实也可以在这里。
你得出来真的就是这两条线，很漂亮吧？嗯，对，非常的漂亮，这样。好，所以希望大家其实学到这个之后，就知道说以后如果其实有一系列的线 ，OK， what we call a family of curves， 那为了避免大家困扰起见，我在这特别有没有把这个用分号标开来，就是说这个 alpha 是 parameter。x y 的话是我们真正的变数，这样。但在数学上面，其实硬去这样分不见得有意义，但在物理上，它往往是有意义的。所以在这你可以看得到，这个 alpha 其实就是圆心所在的位置，而这个曲线其实事实上是每一个什么，每一个小子波发出的圆形波。所以虽然你在这边写，然后 x y 跟 alpha， 我还是建议大家其实把它分开来，因为它常常在科学上就有不同的诠释。在 XY 代表的其实是这个子波的什么，每一个子波的波前，所以它是有物理意涵的。那这个 Alpha 其实是告诉你这个子波在不同的地方，波源在不同的地方发出，这样。所以他们科学上的诠释不一样， OK。 所以我在这边还是比较小心的把它分开来，然后解给大家看。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也是科学上非常经典的例子哦，你自己可以去想一下。假设你现在其实就有一个滑滑的梯子，像这样的。那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个梯子，你看这个梯子，这个梯子然后它在这边是 A， 在这边是 B， 梯子的长度呢是 L， 所以我们当然知道根据毕氏定理嘛， A 平方加 B 平方就等于 L 平方， OK。 那我们现在想要问的是，这个梯子如果在这边滑来滑去啦，就是有些时候高一点，有些时候低一点，然后在那边滑，你都不知道我为了画这个图昨天花了多少时间。好，那这里不是滑出一条线吗？这不是滑出一条线吗？哦，这一条线还有个名字，这条线的名字还蛮浪漫的，叫星状线吧， or something like that， 就像星星一样。你待会看到为什么它像星星一样。好，那所以这一条线其实因为它 x 的截距是 a， 好，然后 y 的截距是 b， 所以是 x 除上 a 加上 y 除上 b 等于1嘛。所以当你今天在这边截距 x 等于 a， 但你在另外一边的话，哎 ，y 等于 b。所以我们现在其实事实上有一个 family of curves。就你有这个 family of curves， 不好意思，这英文虽然是 curve， 可是其实是这样，是 line， straight line。 那这些 straight line 就是指定一个 AB 之后呢，它就可以得到一条线。那我们现在想要问的是这一些线的包络线，这个就超乎你的直觉了吧，这个你在用高中的物理去糊弄你自己说这条线是长什么样，你就算不出来了嘛。哎，所以这个时候真的就是看你的真本事了。那课本的话很猛啦，课本其实是像就把 B 用 A 给它消掉然后带进去，然后所以代数就有点恐怖这样。那其实不需要这样啦，你去看一下 A 平方加 B 平方，就是两个东西加在一起是 L 平方，其实这个明明就只是一个参数而已啊，所以你就放一个 theta 角就好了，你把 A 写成 L cosine C 了， B 乘上 B 等于 L sin C 了，那你把它带进去，这个 constraint 就不在了嘛，因为它就 automatic satisfy， 也就是说我们其实用这个 angular parameter theta 去描述整个系统就没问题了。所以你在这的话重新改写 x 除上 a 就变成 x 除上 l cosine theta， y 除上 b 就等于 y 除上 l sin theta， 然后就等于1。那这个我们就把原来的问题呢就变成是只有一个什么，只有一个参数，只有一个参数，接下来就很简单。首先第一件事情是先把那个 curve 写下来，那我们 curve f 等于0的话其实就是 x 除上 l cosine theta 加上 y 除上 l sin theta 减掉1就等于0，所以这个是我们的。那接下来是你要算 envelope 的话， df d theta 也要等于0，所以你就把 df d theta 算一下。第一项的微分很简单， x 除上 l 跟这个无关， cosine 分之1的微分其实就 cosine 平方分之负 1， cosine 微分是负 sin， 所以就负负得正，就是 sin theta。 然后 sin 分之1的微分其实就是 sin 平方分之1，然后 sin 的微分是 cosine， 然后一个负号，因为 sin 分之1嘛。所以你把它整理一下的话，你就会发现 1微分是 0， L 消掉，所以就得到了一项过去就得到了 x， 我只是照抄下来，乘上 sin 除上 cosine 平方 theta 就等于 y乘上 cosine theta 除上 sin 平方 theta， 那把两个相除，所以 x 除上 y， 最后把它整理一下，就等于 cosine 三方 theta 除上什么 y sin 三方 theta， 就告诉你 x 跟 y 的比例是什么，是 cosine 三方 theta 跟 sin 三方 theta。
所以因为我们用 cosine， 其实整个代数真的就变得简单非常非常多。那从这个比例式我们知道，其实 x 可以被写成某一个常数乘上 cosine 三方 z 了， y 的话等于某一个常数乘上 sin 三方 c 了。那这个把它再带回我们原来的 constraint， 你把它带回去之后，你就把它嘣带下来就好了，你就发现很可爱啊，哦，这个 cosine 三方 theta 可以跟这个消掉，所以消完就变 cosine 平方 theta。 第二项的话有 sin 三方 theta 跟 sin 消掉，就变成 sin 平方 theta。 那这个是 c 除上 l， 是 c 除上 l， 然后这个把它提一下， cosine 平方加 sin 平方等于1耶，所以最后解出来 c 就等于 l。 那当然在这边其实坦白跟大家讲，这当然是因为我已经先算过了，所以你才发现代数这么漂亮。请你不要真的认真误以为所有的东西都会长这么漂亮，没有，就是有些时候你自己可能要用一些代数上的巧思才有办法真的化解成这样，不然你最后可能很多人在这里算的时候就糊成一坨浆糊。你想要糊成一坨浆糊的话，其实你可以去看一下 Riley 的推导，他的代数的门槛就比较高一点这样。好，所以在这因为 c 是等于 l 嘛，那所以我们就知道 x 等于多少了。 x 在这其实就等于 l cosine theta 三次方，所以 x 除上 l 就等于 cosine theta 三次方， y 除上 l 就等于 sin theta 的三次方。那我们当然就知道 cosine theta sin theta， 因为我们要把 theta 消掉对不对，所以 cosine theta 就等于 x 除上 l 的三分之一次方， sin theta 就等于 y 除上 l 的三分之一次方。Everything just match up perfectly， 所以我们现在要把 theta 给消掉。好，我们就认真的来把 theta 给消掉，所以你把它消，所以这个是 x 除上 l， 然后 cosine theta 是 x 除上 l 的三分之一次方，然后同样的 y 也是长这样，哎，这个一模一样，哎，只是次方数不一样，就把它消掉就好了，所以就变成是 x 除上 l 的三分之二次方加上 y 除上 l 的三分之二次方，最后出来等于一。 Perfect。So this is the asteroid， 也就是星形线。那我们在第一象限把它算出来是长这样嘛，如果你延拓到第二、第三、第四象限，最后出来就是一个非常可爱，然后在数学上也还算蛮出名的一个星形线。 OK， So tea break， 喝个茶。就是 alpha 是独立于 x 跟 y 的变数吗？然后应该是独立于 xy， 但是与 xy 有关的数吧？不一定吧？哎，我觉得这蛮棒的，你们已经开始在讨论了。所以alpha 在这边的话，当我们今天说它是 the family of curves， 那我们最后把它算完，比如说是 x 除上 l cosine theta，y 除上 l sin theta， 这个 theta 跟 xy 有没有关联？答案是没有关联哦，因为这个 theta 其实是像这个梯子的什么的角度，所以它是一个独立上面可以变动的。那也就是因为它独立上可以变动，所以我们最后其实才会说我变动不同的，然后最后其实大家从肉眼可以看得出来，这里有一条你看都是直线的，可是在这里其实会切出一条那个曲线的感觉，有没有？如果你把这个这里的图跟我们最后出来的答案比一下，诶，真的那条线就是这样子出来，它在这其实也有说它其实事实上就是这个 ladder， 有没有在不同的状况，然后最后跑出来这条线这样，所以现在蛮漂亮的。所以这个真的是带来，就是说当你今天学单变数函数的话，你人生就至少有一点逻辑关系，当你学到多变数函数的时候那个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有趣包含了就是怎么东西把它解出来啊，然后怎么去把一个多变数的现象有没有变成是这样， That's something challenging， 好吧。好的，那最后的话我们就来到今天最后一个课题，最后一个课题呢也是复习普物，我后来发现在物理系你好像把普物认真学好就没事了，对。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假设今天有一个理想气条，假设理想气条放在这儿，那我们如果今天在加热嘛，那有些时候不是就会活塞会移来移去嘛，那所以在这边其实有一个概念叫热，那这样呢其实有个功，然后这个其实气体本身有个 internal energy 内能。那我们都知道其实根据热力学第一定律 The first law of thermodynamics， 其实你吸进来的热减掉你做的功其实就等于什么，就是内能改变，所以那个还蛮单纯的嘛，就你吸进来的热其实有点像你的收入嘛，那你的收入就是减掉你对外做的功嘛，就对世界的贡献这样，就花了钱这样，
然后就等于什么？就等于你的存款的变化量，这种 something simple。那更好玩的一件事情是在 differential form 底下，哎，这样的一个式子非常非常简单哦。differential form 就是说，哎，你今天的 DU 是什么？其实就是 TDS， 就是 entropy 的改变乘上温度。这个的话最后会出来是热哦。那如果对这件事情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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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奇的话，欢迎认真在大三就统计物理修一下这样哦。本堂课是应用数学，我们就跟大家讲一下有这么有趣的物理现象，我们就不推导，好吧？我们不推导。所以 heat 原来跟 entropy 在某一定的状况底下是有关系的，这个关系居然是什么？这个关系居然是绝对温度，你不觉得这超神奇吗？这个是我最喜欢最喜欢的所谓的神秘金三角，真的在生物导量底下其实有三个量你可能都不懂。第一个，这热是什么啊？听说热是微观的功，我可以跟你讲热不是微观的功这样。那entropy 是什么？对啊， entropy 是什么？然后绝对温度是什么啊？绝对温度是什么？对，这三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结果发现heat dq 的话，其实实际上是等于 TDS， amazing isn't it？ 那接下来是这个功，功的话就比较简单，功其实实际上是什么？力在乘上 dx 嘛。那其实力的话就是 pressure 乘上 a， 所以 a 乘进来就变 volume， 所以 pdv 也是功啊、哦。所以我们这边可以看得到，吸进来的热减掉对外做的功，就等于什么？就等于你内能的变化量这样。好，但这个式子我们接下来可以用现在多变数函数的想法去想它，那变得非常有趣了。我们只是想一下嘛 ，internal energy 可以是什么？可以是 entropy， 也可以是volume v 的函数。那如果我们做这件事的话，我们当然就可以直接凡事只要会取 d 就好了，所以我们就拿来 u 对 s 微分 ，u 拿来对 v 微分，那你微完就长这样。那就比对一下这个关系式跟这个关系式，那你就突然得到了，哇哦，原来温度跟 pressure 其实是什么？是可以借由 internal energy U 的偏导为得出来的。所以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fundamental 的热统计物理里面有各式各样不同的量之间，它们都有亲戚关系哦。那它们的亲戚关系因为不是代数关系，所以如果你学不会偏导为的话，你大三的热统计物理基本上就一整个再见。所以在这我们借由比对可以知道 internal energy 拿来对 entropy， 然后在 constant volume 底下微分就是 absolute temperature， something amazing， 你怎么好？那在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发现了什么？我们发现了在 constant entropy 的状况底下， internal energy 怎么随着 volume 改变，然后加一个负号，哎，就是 pressure。 那这个的话其实可能还比较容易想象，就是随着温度改变啊，能量改变，哎，那个其实就是压力嘛。好，所以这两个得出来之后，我们可以再运用什么？我们可以再运用我们过去学过嘛。如果我们是物理学家， internal energy 应该不是什么很变态的东西，所以其实先为 entropy 再为 volume， 或者先为 volume 再为 entropy， then should be the same、哦、那我们就把这个提出去，所以把这个 ddv 提出去，这个是 duds， 然后把这个 dds 提出去， dds 提出的是 dudb， 所以右手边是先为 volume 再为 entropy，左手边是先为 entropy 再为 volume， but that should be the same。 可是你知道吗，这个东西你一旦化成是，因为 duds 是 t 嘛， dudv 是负 p 啊，所以你再把它带进去，你最后就得到 constant entropy 底下温度对 volume 的偏导为就等于什么？ constant volume 底下 pressure 对 entropy 偏导为加负号。这 我坦白讲，如果你觉得这个是 something trivial， 你上次可能学到就觉得啊，这有什么了不起，对不对？就一个双变数函数，就是先为一个再为一个，等于先为另外一个再为这个，这两个是一样，你觉得这是 something trivial。 可是你今天套上了热统计物理这些令人迷惑的关系式之后，哇，它就变成这个，真的，你再念一下这个，我如果你有这个尝试的话，我真的是服了你。我在这里混了这么久，我还是没有这个尝试。那意思是说，在一个系统，如果你维持它 entropy 不变的话，你改变 volume， 然后去看它 temperature 怎么改变，居然跟你固定这个系统的 volume， 然后你改变它的 entropy， 然后你看它 pressure 怎么改变，哎，你发现超多超多超级就很难。所以你在这边可以知道，为什么有些时候同样的问题，我们要用不同的角度切入。再回到我们一开始最头最头的一件事情，那就是当我们今天在求极值的时候，有没有？ When we are solving the stationary point， 其实只要知道 df 等于零就好了。好，那我们最后来看一下，
这个时候就是说 DU 两边要先确保这个是 exact differential， 我们只能够确保这件事呢说的真是 total differential 也不是 exact differential， work 也不是，但是呢你乘上一个所谓的积分因子之后，它就变 exact differential， 所以在这边 entropy 是 exact differential， 它是状态函数， volume 呢也是状态函数，然后 internal energy 也是，所以前面的系数 turns out 就是他们的偏导位，所以可以写成这样的一个形式，当然绝对绝对不是一个it's not something trivial， 对，所以我想其实会问这样的问题，我觉得是很棒，就有意识到，因为有些时候你可能会发现有些会写在这边，我变换到这个是个好的问题，我把它切换到我们的手写板这边来，也就是我们通常在写 differential form 的时候呢，有些时候我们常常就是在看 first law， 那有些人就会写成 du 等于 d bar q 减掉 d bar w， 那你有些时候就不是很懂得这是什么东西了，这是什么东西、哦、就很困惑对不对，就那个 d bar 是什么，那个 d bar 的基本上就是告诉你说它其实不是什么，它其实不是 notExact differential。 那整个热统计物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系是告诉我们说，一个系统有没有它吸了一点点热，只要是在热平原附近都可以被写成这样哦。所以它自己本身是 not exact， not exact 意思就是说你从一个状态到另外状态吸热的状态有没有是会跟你怎么走过去有关的，但是这个 ds 本身它其实就是 exact， 这个几乎都已经变成是统计力学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这个东西它是一个 state functional， functional state 就是它是一个只跟状态有关的函数这样，所以你今天从一个状态 a 跑到另外状态 b， 那你如果沿着不同的路径走的话，其实 D bar Q 会是 different， 但是 DS will remain the same。 那我想这是很棒的问题，但是如果真正要完全了解，当然也不可能在这堂课完全就是说给大家知道，好吧，所以呢这个大家如果有空的话也可以再消化一下下，那如果其实对于我目前的上课有什么样的建议，也非常欢迎大家无论是在这边留言或者在 Google Classroom 留言或者私讯给我都可以这样， OK， 那我们今天上课就上到这边为止咯，拜拜。